其实那个人没有死，他还活着。那个人就是吴太阳代表。那他们两个到现在还思念着对方，你知道吗？那两个人到现在还彼此相爱。你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做了吗？这一次我也会遵照您的意思。是什么事情让你忍无可忍？你到底在忍耐什么？忍耐跟不爱的人一起生活，所以我想要逃走，然后找一个没有你崔光日跟金乐月的地方生活。中天娱乐台，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，《太阳的季节》。